上四大官，或是我阿父官，定是怎样贵用小地官，先给一个官子的温暖。受官第一，享受荣华富贵，也算是讲锦绣边关来岁。然而不幸，见朝受伤，被贵国官苦力忙啊。如今富帅既过后，乃是外修者奠定第一户主事，如今所的官做地位啊。小姐对我也是可能幸好，也是人讲顶天为父，顶手为表啊。若是不能尊重一卦，就好卖无数，不如是在天上小做吉事了。